其他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嘿，这只是一个比喻。小三都是被陆委会扭曲。不是，我们因为澎湖县乡亲急切迫带大陆观光客进到澎湖，但是目前都是从金门转过去，而且人数非常的稀少，大概一年澎湖不到5000位大陆的观光客，所以澎湖县县长赖县长非常着急，他希望将来能够让澎湖跟大陆之间直接开通所谓小三通，而不要像现在有名无实。那如果能够直接对接的话，对澎湖的观光产业及其他相关的产业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也跟赖峰伟县长讨论过，未来有机会，我个人一定会全力来协助。